亲爱的观众朋友，今仔日咧坐伫遮欣赏阮一心戏剧团的演出，也非常感谢咱天公伯啊，吼，天公有作美啦。所以咧无落雨，啊，逐个坐伫遮，风微微啊吹，看戏啊真舒适啊。唔知今仔日的演出，大家看了够唔满意啊？哦，谢谢，多谢咧，咱亲爱观众朋友，恁大家的支持，以及爱护，啊，一心咧也真欢喜，会当讲再多倒转来咧，咱这个大能力来演出，会当咧促成这届演出的成功咧，咱来感谢咱的李长辈啊，咱李长辈啊，足有心的，对咱这个台湾的传统文化的支持啊，真正是不遗余力啦，来再次感谢咧，咱大能力的李长辈啊，感谢你。一个好消息要来讲，予咱大家听哦。八团一心戏剧团呢，今仔日除了来遮演出以外呢，伫个今年度有足侪场好戏要献予咱大家在座各位。如果今仔日咧看了呐，哎，若无够去食，会用尽。等下伫个呢，阮杜秋平这个所在咧，有一个哈文化小铺吼。啊，为各位来介绍，就是五月十六，新历五月十六，拜五的暗时七点半。八团一心戏剧团将在即个台北市的中山堂有一场的大公演《英雄泪》，做室内大场的演出，非常的无同款。即、这个英雄泪咧是全部拢有讲讲武戏啊，是咯，真好看的武戏。咧讲咱林冲上梁山的故事，非常的精彩，也希望大家会当来共阮捧场吼。若要买票，就会用去迄个文化小区的所在。今仔日买票咧，有各位咧，咱现场所有在座的咱只观众朋友咧，马上拍七折吼，七折的优惠来献予咱大家，献予咱各位。也搁有八团将在六月份，五月演了咧，初六、初七、初八，阮要去倒位？阮要去高雄啊！要去高雄的大东文化艺术中心做断袖的演出。这出断袖会用讲是阮去年的一个作品吼，啊，回想未歹。伫个去年咧演了咧，同一年，阮六月演，七十一月就搁加演啦。啊，因为咧这出戏受到足侪观众朋友的好评，所以咧在此这出有机会会当往进迄个高雄的大东文化艺术中心，所以也会当请咱所有观众朋友，如果你若有南部的好朋友，会用咧甲伊讲，一心台北的一心重要咧，要去咱这个高雄的大东文化艺术中心做断袖的演出。也阁有六月演了，也阁有七月，每一个月拢有大戏啦吼。七月十二、十三日，八团要伫个咱宜兰的传艺中心，又还是新戏的推出《武松杀手》。《武松杀手》大家嘛知影，这是最高端内中精彩的好戏。今仔日大家看视频安尼是，画到面啊乌乌做包公。不过《武松杀手》内面呢，我已经使用呢，阮两个姊妹啊要伫个台顶吼，拍到你死我活啦吼吼。大家拢知影嘛？武松杀手，抬了因阿嫂要抬什么人？西门庆嘛，对不？嘿，啊，包拢包就是要演西门庆啦，吼、哦、吼。啊，使用要演嘿武松啦，精彩的大好戏要伫个这个吼，咱这个宜兰的传艺中心演出，也希望嘿大家共捧场。已经咧卖票后，听讲哦，这个宜兰的传艺中心哦，即届武松杀手的票足俗的，200块，大家会用遐去遐看好戏，而且吼去游山玩水，吼、哦、好。啊，那七月演完嘞，还佫有八月，八月二三、二四嘞，也就是八团嘞吼，精彩好戏，要伫咱台北市，台北市的城市舞台北德路迄个所在嘞，要演甚物戏？哦，咱台北市建城的故事，《烽火英雄刘铭传》哦。老兵团会用咧讲话，对咱台北啊，对咱台湾的建设真正大。伊伫咱台湾建设啥物，大家应该有个人会了解。建设铁机路啦，吼、哦，咱这个铁机路就是由这个刘铭传，这个哦民族英雄，伊所起起来，所以伫咱这台湾省规个吼，台北市这个所在建设渐渐安尼发达起来，也希望诶，八团一心戏剧团有遮尼济好诶精彩好戏，大家继续甲阮支持，甲阮捧场，等。签名会，我一心戏剧团嘞，阮只个小声小段，下落去到台下，去到大家面对面的接触。再次感谢你，你今仔日的观赏，谢谢你们，感恩。请大家留念，接
要取消。我们周边产品的观众朋友，欢迎你们到台下来参观我们的签名会。